学校门口超市买卡包，这能开出万元神卡吗？兄弟们，我又发现商机了啊，那就是卖卡包。先从基础卡包开始卖起，不光能卖给客人稳赚不赔，还可以自己从货架上拿包自己开。哎，普通卡当然没得赚啊，要是开出了黄金版神卡，那可就赚翻了。兄弟们，开出来的卡都可以卖给顾客，必须狠狠加价呀，而且还可以让他们在店里进行卡牌对战，不光按时长收费，输的顾客你说他能安心吗？玩上头了不还得在我这进货呀，嗨，就多练，输不起你就买卡。我们还有一套集卡册，开出来的卡全都可以收藏进来，居然能有1000多种卡牌，后期呢还能解锁稀有包、史诗包、传奇包，太爽了。兄弟们，牌老们终于是按耐不住了，给我狠狠的开。先买点卡包，进点货，买3箱。好，开始卖。来，这个市场价利润啊，哎呦，哎，他给了两个按钮，还可以取整，哎呀，挺好啊，兄弟们，市场价3块哦，现在变贵了，我卖5块，不贵吧？啊，3块卖5块，来开闸，就这还要5元？你会不会啊？咱就给你开一个，你看能不能赚到5块钱吧？看，出了一个，多牛啊！哎呦哇，这7.3块，这还赚不到，这帮人真的没有远见啊。看到这里给大家个福利啊，最近很多粉丝私信我这个游戏手机能不能玩，很简单啊，安卓手机点击左下角链接内胖达云游， iOS 手机直接搜索胖达云游，点击开始游戏即可，还不吃手机配置，没电脑都可以试试啊。兄弟们，来，咱先赚钱，多赚钱。哎呀，买了买了，收爷，好，找他4块。我发现他们买的好少啊，买的好少啊，太贵了，定价定的一下就买1包，算啥呀，就3-4包买，太少了。兄弟们，不行啊，这个价格不行，哎呀，定3块吧，低于市场价，咱们少赚1块，能多卖7-8包十几包呢，这还是合适的啊，不能为了这个眼前的利益，咱要以数量取多，先给它调成低于市场价，这样他们就苦苦买啊，咱们就苦苦赚，薄利多销，买的应该就开始多了，你看，哇，这么便宜，哎呀，这么便宜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呦啊，这得多赚多少钱啊？啊，还是得定低点价，这样能多赚。可能把卡册收集全有点难啊，但是可以挑战一波，把这个卡牌收集全，1320种卡牌，兄弟们，重复的不算啊。那万一最后就剩一张卡，它不出了咋整啊？啊，那也太难受了。哎呦，我又买这老些，哥。太爽了，夸夸的啊！来，咱们开一包，先开5包，开出好东西来啊！给他，我看看。哎呦，黄金卡，凯龙。一开始这些卡牌吧，没什么值钱的，但是呢，也稳赚不赔，基本上每张卡很少有赔的时候，但是也有赔的时候啊。哎呀，这张，哎呀，这张，哎，我他妈不啊！还行，吓死我了。得亏最后出闪卡了，要不然这包亏了就全都是新卡牌啊，我还能不能开出牛逼的。哎呀，完了，这包亏了1.8块，我这一个卡包要3块钱，哥们儿，这一下子就集齐了35张卡了，最贵的是这个5块钱的普通闪卡。 OK 了，咱们可以买游戏牌桌了，买个游戏桌，小费，来，开始了，开始上号啊，这边，哎呀，怎么7块钱一小时呢？哎，这些是10块，妈的，怎么现在变7块了？哇，正式版你跟我玩这套啊，把价格调低了，调低了3块钱。哎，他等着呢，没人跟他匹配，匹不到人，你挂个加速器吧，兄弟，要不行我卖你个加速器啊，哈哈啊，我卖你个加速器。这开加速器，这个卖他加速器还是赚钱的，这又找这个路子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匹上了，你看买了加速器就是好，是吧？啊，他俩牌组，啊，牌组不一样了，兄弟们，他俩卡牌不一样了，之前都一样的，还挺真实，就是不知道之后能不能跟玩家一块玩啊。来吧，现在没事了，开包，1毛，还有2分钱的卡呢，怎么还有两史密达啊，明斯达，还有2分钱的卡，他最垃圾的让我开着了。哎呦，我来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第一张贵卡。第一张牛逼的啊，火焰金黄金版，哎，黄金闪卡，这个是65块，爽，哎呀，太爽了。我看我卡册啊，这是最贵的，
哎，黄金普通闪，兄弟们，帅不帅？叔父，来展示一下子，看过没有啊？你开出过吗？你开出过吗？啊啊！哎，别哈喇子，别躺下来。哎，臭烘的，看看，好好看看。他没有，没有就开去吧你。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你还没出金呢？杀人诛心，没出就在我这儿买就行了啊。祝你们都开普通卡啊，你们想要金卡就在我这儿买。哦，这人买的多，多少张？20张，一下买20包，57，爽。现在他们每个人呢，在这玩一个小时能给我7块钱，玩输了还得去补包去。哎呀，赚就完了。现在8点了都，还有人进来呢。哎呀，观战来了。不，哥们儿，你有没有钱呢？你怎么净看呢？你不买点吗？你光看你不玩，还走了？哎，不，哥们儿，不，谁让你来的？啊，你进来我店你不消费，以后别来了啊！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好了，结束今天，赚还是亏啊？哎，又亏了的，又亏200多。先开门，先开门，先让他们进。又是你，出去，滚滚！啊，这次聪明了是吧？买，但是只买1包。我哥们，你干啥的你呀、啊？我、哦、真闹挺啊，还不用找零啊，一包卡你就在这玩上了。一包卡你玩啥呢？别跟他坐一桌啊，我给你们单开一桌。就不让他玩，就不让他玩，你们坐这儿啊，别跟他玩，别跟他玩，不许过，不许玩，不许玩，你也别来了以后。哦，银闪卡。兄弟们，刚才是黄金闪卡，会很贵，这个是银版闪卡，虽然说没刚才那贵，也不错了，20块，银闪卡。哎，你给我货架干空了，这么有钱的吗，哥们儿？这多少张啊？我操！哎，我没见过能买这么多呀！不是，哥们儿，能买这么多吗？47张，141呀！这么牛逼啊！我操，进货来了，哥们儿，你也开店呢？你是在旁边开一家？我一会儿偷偷跟你过去啊！好，竞争对手，兄弟们，好，跟着他。竞争对手，哎，这个小柜子是干啥的？小金属架又是干啥的？买个小柜子试一下，开箱。这么宽呢？这摆啥的？也是摆卡包的？啊，也能摆。哎，那有啥区别呢？哎，哎呦，哇，这牛逼，兄弟们！啊，这一下能装48个，这一盘，这个只能装32个啊。这个比较深，它能装得多，能换成 RMB 吗？能换那个游戏货币吗？上面，啊，货币啊，哦、啊，还能换成人民币，哇，我看，哦、啊，那边7.5块了，哇，那我看再看看价值，舒服了啊，这就有概念了，哎，这就舒服了，兄弟们，哎呀，挺好，这功能。来吧，啊，8块，6块，哎呀，我靠，3张金，这么牛逼，这一波，我这一波3张金，哎，又是 EX 49，蜜花仙，这启动资金不就来了吗？还开什么店呢？还卖什么卡呀？进货开卡包，在这赚呗，自己在家也能干啊，非得出来开店干什么啊？还得租电费、租金。神经病！哎呀，我就说吧，神经病，开卡包就行了呀，100块钱全凭卡，兄弟们。